大家早晨，今日系一月九号，星期一，系2023年一月第五个交易天，成个市况仍然处于一个逐步向上沉顶嘅格局嘅。而家所讲嘅顶咧，向上望咧，应该系旧年第二季嘅一个小上顶。一阵再作分析，先睇睇上个礼拜五嘅市先啦。嗱，礼拜五早市咧就指数先系高开168点，去到21,220嘅。之後曾經一度升到上21,282點，但係買盤係有啲咁嘅卻步，結果個大市咧亦都開始輾轉反覆，落到去20,862點，但無相干，因為指數仍然係穩守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。恆指最後咧就收喺20,991點，跌咗60點，成交金額1,482億，明顯睇到成交金額咧，相對早日嚟講係少咗成300億度，所以變咗咧個大市咧係冇法子再進一步推進，因為挨近21,000點樓上啊，再進一步推進嘅話咧，其實成交金額好重要，你冇足夠嘅動力向上推咧，個市嘅升勢一定係受規限啊！呢個大家要留意。好啦，再睇睇美股啦。上個禮拜美股咧就大幅度飆升啊，道指最後升咗700點，收喺33,630點，納指亦都急升264點，收喺10,569點，咁啊刺激所及，港股喺恆指夜期咧喺上個禮拜五咧亦都係急升325點，收喺21,359點。21,395點，即係換句話嚟講，相對今個月嘅高位咧，相差只係1點嘅啫。嗱，一月份嘅市咧，暫時嚟講仍然都係一個先低後高。咁啊，指數咧係由三號嘅低位19,303點升到去5號嘅高位21,396點。暫時一月份個波幅喺三日內已經有2,093點，呢個係相當之急速嚇。本來咧呢個已經係成個月嘅波幅，結果喺三日之內出現，所以個大市咧係高台要消化，或者係稍為稍後有啲咁多回吐係好正常嘅一件事。問題就係一個月嘅高低位係唔應該同時出現喺三個交易天之內。假設指數暫時唔會落翻去19,303點咧，意味著今個月嘅高位應該係月中左緊先出嚟嘅。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一定是擘開若干的交易天的，不可能在三個交易天之內出現，會不會今天或者明天呢？我們一會就很快知道了。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，就是由去年10月31日開步的上升，即由14,597點的上升，去到今個月5號的高位21,396點，8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，恒生指數已經升了6,799點了，可能仲會再升多幾百點或者1,000點都唔定嘅，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都要緊記就係、是、當個市係揾咗隻左腳跌浪嘅左腳之後咧，佢一定係向上抽升嘅啦，第一下一定係好用嘅啦，用完之後咧，佢係會有個回吐嘅，然後跟住咧順勢就揾隻右腳啦，即係右腳喺邊度咧？而家呢分鐘可能言之過早，但係我哋先睇睇移動線先。因為咧，而家最接近恆指嘅移動線咧，係條250天線，大概喺20,352點。但係問題就係10天線而家係高速上升啊嘛，可能去到今個禮拜中或者稍後咧，10天線有機會突破條250天線嘅。即係換句話嚟講，如果指數一路走喺20、250同埋10天線樓上咧，技術上仍然處於反覆逐步試頂嘅格局。個頂喺邊度？就係舊年第二季的一個小雙頂，這個小雙頂就是4月4日的高位22,523，同埋6月28日的高位22,449點，能不能夠突破這個小雙頂是後話。而家先睇睇個指數一路向上攀升之餘咧，成交金額能不能夠配合啦？不過當然知啦，農曆新年好快到噶啦，咁啊農曆新年之前咧，如果真係手上有幸係有啲貨係賺到錢嘅話咧，不妨計計數先。如果再而家再高追落去嘅話咧，我都係擔心咧，一旦個大市見完高位向下揾右腳嘅時間咧，係會蒙受住回吐嘅風險啊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嚇。好啦，今早嘅分析我就講到呢度。